我来家这附近应该是最大的 AH， 然后照一下 cheese 给大家看好了，因为我看，对，我说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有去吃过那个两餐就那个韩国的火锅店，然后他们都会有那个 cheese 边边，可是他们 cheese 很奇怪，加热到最后会很硬，完全弄不起来，它是双色，然后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 cheese， 然后我们去Costco 的时候 ，Costco 卖的 cheese 很多种，我只认得 mozzarella， 就是白色很软那一个，然后其他的，因为他们应该是进法国的，所以法国其实很多种，我觉得很难认。哦，然后荷兰的起司是好像是产量很大，欧洲里面产量很大，然后他们就是这讲白一点，就是他们是那种。比较，对，比较便宜的 cheese， 就是听说法国人会说荷兰人不太会吃，就是对他们来说荷兰就是一个野蛮人这样子吧。因为欧洲有他们历史嘛，法国都是什么东西都是最前面这样，然后给大家看，就是我说我每次在台湾看他们那个 cheese 片的颜色都好黄，然后我说。在欧洲，在荷兰，正常的 cheese 片颜色都是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它就是浅黄色，然后如果你看到很黄，是这个扁扁，就是我等一下找。然后你看他们就是很神奇啦，它会有十片、二十片的，没有错，是这样，就是它全部叠在一起，像它这个，然后它是算克数。全部，它很多牌子，然后这种是有口味，最简单就是分用跟用跟 old， 就是用是比较便宜的，就是它是比较淡的口味，就是简单说就是奶味跟那个乳酪味没有那么重，可是我觉得比较适合台湾人，就是因为你不是长期在那边生活住很久的，然后他们当地人真的当地人他们比较喜欢吃老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啦，就是反正它会贵一点点，然后这是 light 的，对，然后你要一片一片就是买这种，然后他们去我还没有照那个一块，它旁边有一块的，他们那个这边叫什么，我先照一下，火腿也很多种，火腿我就不照给大家看，因为我是说台湾都没有，对，你看，然后像这种就是他们切片的火腿，你看它这个，你那个很黄是边边，他们就算这个也都没有那么黄，就是放很久的 cheese， 它你们那个颜色是旁边这个，那是辣，那不能吃。然后这边它像这种有调味都比较贵，然后你最便宜就是佣人，然后单位这样子。就是，然后分牌子，他们有不同牌子，可能好的乳牛或不好，可是，以台湾来说，我觉得你买它最便宜的就可以了，就是已经比，因为你买的芝士乐 cheese 片那种东西也是最便宜，而且是加工过，可是我就说欧洲可能是他们人工贵，他们已经把它加工成 cheese， 就是一个大球，然后就是他要卖的时候就是切切切切切，看是切成这样子卖你，或是你真的很懒，他就切成。一片一片一片这样卖，然后他们都这样一包，就是十片，应该是十片，对，十片一包，然后称重。唯一最黄的只有这种，可是这个它最黄是很干，就是比较干，像我们看老鼠吃的 cheese 会有一个洞一个洞，不然一般比较便宜的 cheese 比较软的都是浅乳色，没有鲜黄色这个东西。鲜黄色是它的外球，就是一整颗的，有没有？你也可以买这种，然后回去自己切开。然后如果你是买这种一块，它就会有削刀，你就把它削一削就好。所以我就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没有进这个，因为我看台湾的那个大润发还是哪里，他们会有进荷兰的猪大肠，因为台湾会有卤猪大肠，然后他们冷冻的。猪内脏有荷兰进口，我说你们可以顺便进，然后他们的 cheese 粉就是这样子而已，你看它这样很便宜啊，然后不会像台湾就是
cheese 粉都不纯了，就是它就加很多油，因为 cheese 本身就已经很油了，就这样。然后这边都有价钱跟那个，多重，然后如果你要便宜，这没有便宜，这大块，对，好，是这样。所以它的气其实没有那么难买，就是虽然它很多种，可很多是不同牌子，就是你如果不太会买，就是挑最便宜的就可以了。但是就像我们气朋友分芝士乐或是安家或是什么这样子，你就挑最基本款就可以。所以我说他们可以顺便进口，因为其实荷兰的气质我自己在机场买过，机场那一整颗的不贵，好像十欧还是多少，然后就蛮大一颗，但它就是最简单的，熟成时间比较短的，可是还是比你吃安家芝士乐还是安家那个好，因为那种很软，它这个的软你打开过你就知道，因为我们冰箱。你如果说是冷度的话，冰箱的冷度没有比欧洲不冷，然后它那个是加过很多，就是它每次好了，它那个干杯小菜节目都会说你要吃食物的原味，那这样其实也是，你就是不要买加工那么多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进口台湾的起司都是这样，我不知道美国自己本土是怎样，我没有去美国超市买过，但是你可以买这个。等一下，我等他们开门，我要出去。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他，你看他们都自动结账系统，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味道奇怪。荷兰的起司味道很普通，就是会被法国人说不懂美食。你不用担心，因为他们是量大管饱嘛，不只管荷兰人饱，他们还有外销，所以他们那个口味的那种。什么蓝乳酪，荷兰没有蓝乳酪这种东西，它没有那么多麻烦的制程，然后它就是简单放比较久跟放比较短，然后各个不同工厂哪一家做比较好吃，这样应该是这样，各个不同牧场啦，就不同的牛这样，然后可能他们分离的技术什么每一家这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可以看，然后等一下可以带你们，我等一下去找另外一家是比较贵的起司店，我知道这边有一家，我在别的地方看过一家，就是它是不是像超市这种的，但是是可以试吃，免费试吃。那很多观光客去，可是如果我是要叫你们超市进货卖给，不是卖给他，就让。